科研人员，十个亿的研发资本，眼看三年过去了，你的基因重组都研究了什么？为什么还要追加投资？基因重组已经在其他领域大有所为，而我将要把它利用到其他更多的领域，比如呢？比如。 谁在那儿？一波姐，是我。你刚有听到什么声音吗？应该是我刚被人撞头了。对不起。行吧，那没事了。 别愣了，你看看这个。这样的脚不应该出现在一条蛇身上。这只脚形成的时间不超过一周。不可能。如果是基因被重组了呢？这个是三角龙的，这是巨蟒的。 那条蛇是公司实验的半成品，由于人为失误跑了出去。我是想请你帮助那些通过基因融合的动物来适应新环境。公司的研究室都在B2层，有各种环境的实验室。你们老板是特别喜欢恐龙吗？博士想要创造首个真实的恐龙。
但据我所知，世界上已经没有完整的恐龙基因链了。所以我们的解决方式就是将两个相似的基因结合在一起。每条环形走廊都连接着这样的通道，后面是安保室，在咱们前方是工程组，所有的基因数据都在这里。这些数据我都能查吗？现在还不行。那你让我怎么工作？阿良，你别急，我以后会一种一种详细为你介绍的。哎，石板，怎么了？我，尽管说。出事了。什么？啊！带我去。走。让一下。怎么回事？现在还不清楚。这片区域一直很少有人，我也是在巡逻的时候才发现的。报警了吗？还没。赶快报警。好。等一下。赵哥，刚跟老板沟通了，这件事情由我们安保部负责。可是，我们会查清楚原委的。根据牙印还有撕裂程度来看，他应该是被一只猛兽攻击了。什么？猛兽？而且是一只体型十分庞大的猛兽。这位是？赵队，这位是阿良，是咱们今后培育科的负责人。那也是今后的负责人。今天的事情由我来负责处理。路易斯，啊，调一下监控。这么小还当安保啊？你们人事科的人啊，是真干人事儿啊！去。你们干嘛呢？集体吓唬我是不是？这是什么？
再跑啊！啊啊！走！到底是什么怪物啊？哎，不好了，一波还在淋浴间呢。等等，你到底还有什么事没告诉我？你现在是要跟我救一波，还是要在这里跟我争执？淋浴间在哪儿？地下一层。你先带他走，我们俩去救一波。嘿，我也要去。你听我的，一波我一定给你带回来。好。没有，行，走。注意安全，我在这等你们。真的是，我刚刚洗完澡，眼镜就不知道放哪了，实在不好意思，都怪我丢三落四的。啊！
怎么了？
事情就是这样，老板远程把门锁了，如果他不开，咱们谁也出不去。报警了吗？报了，不过跟谁说有暴龙人能信呢？好了，大家再等等吧，这里肯定安全。再说了，一会儿赵哥就跟咱们会合了。是呗。这只暴龙有什么弱点吗？石文，你也早就知道有暴龙啊。我只知道博士正在利用基因融合在研究恐龙，具体进程是全程保密的，我们谁都不清楚。这恐龙怎么会变颜色呢？应该是昨天晚上的断电导致它变色基因的显现，很有可能它现在正处在一个快速融合的阶段。你这是知情不报啊，是吧？让我们这么多人陷入危险之中，这责任你能这个？门是博士关的，暴龙是博士造的，你有时间在这废话，不如想想怎么出去。我才不出去。那你别敲了，再把暴龙给敲来。我们大家必须得想办法逃离这儿。梁哥，你也相信我一次，这里够安全的。这只暴龙能随着气味找到人，我们这么多人在这儿，它迟早会找过来的。这个门我刚才看了，根本承受不住它的撞击。可是大门已经封死了。蟒蛇是怎么出去的？他在森林实验室。地洞。地洞现在没有完全封死，咱们可以从那儿出去。好，那就在暴龙来之前，大家一定要逃离。还有问题吗？我不去森林实验室，谁知道那儿是什么东西？你们去吧。要不还是再等等吧。要走你们走，我可不跟你们去送死。我跟你去。姐，等我找到办法，我就回来救你们。跟我来。等等，进里面去。可是，快点，没时间了。所有的数据都在这儿了吗？是。怎么了？包括暴龙的吗？这个我不确定。我们查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发现暴龙的弱点。别犹豫了。哎，保佑啊！保佑，保佑！你们听见了吗？听见什么？听见什么？听见什么？你们仔细听。啊？没有声音啊！不可能！我刚刚都听见暴龙的声音了。暴龙，暴龙，暴龙，真的有。
别吵了，只要咱们保持安静，是不会被发现的。刚刚就应该跟诗文走，都怨你们，非得不走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龙，龙，一步。暴龙呢？暴龙倒下了，我们没事了。走，咱们回去看看。赵哥真厉害。赵哥，你也太厉害了。哎，多亏了赵队长啊，不然我们都得死。是啊，谢谢赵队长啊。是啊，赵哥真厉害啊。是啊，赵队长真厉害啊。还好有赵哥。姐，你没事吧？赵哥，你这什么枪啊？这么大的暴龙都给电晕了。畜生，到底还是畜生。
像醒了。这电枪的电压就是打响也得十半天。路易斯，哎，你把他们带到会议室去。好，小张，把这畜生送实验室去。是，队长。啊，一波，施文，走。大家都没事吧？啊，朕应该没事了吧？这么黑，怎么走啊？就是，这么黑怎么走啊？这应该是电子光照系统。公司这么久，还第一次看到这个过程。走吧。你先下去吧。等一下，我别动。什么声音啊？
阿良，你的背怎么了？哦，没事儿。坐下。没事儿，真没事儿。快坐下。慢点。这么多年你包扎的手法真是一点进步都没有。废话，我就跟你一人包扎过。你怎么了？让不上来。舒婉姐，怎么了？她哮喘犯了。慢慢呼吸，呼吸，妈妈呼吸，妈妈呼吸，呼吸。石文，这样下去不行，我去把蛇引开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放心吧。
老师，大发走了，人也都控制住了。宝龙呢？在二楼的行政区附近。我先陪您去监控室吧。快点！博士。把诗文带过来。赵伯豪，这事儿和诗文没关系。你这个人面兽心的疯子！赵伯豪，你用什么事冲我来？亏了我这么信任你。每一项研究背后，难免都会存在牺牲，但所有做出努力的人也都应该得到荣耀。各位都是集团的骨干，追随我多年了，自然也都知道，让恐龙复活是我毕生的信仰和追求。我以为你是为了我，没想到，如今我们已经有了第一只。马上就会有第二只。你知不知道，如果你们造的这种怪物流放到自然界中，侏罗纪的会带来多么大的影响？在世人面前，你们又来了，不激动吗？如果各位愿意继续追随我，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离开你吗？那么，金钱就是因为你每次面临选择的时候，你们应有，你选择的都是动物而不是我。世界也会记住你们的名字。但如果你们放弃这个机会的话，你怎么了？小眼镜，小眼镜，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哎，小眼镜，小眼镜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怎么了？哮喘犯了。哮喘，赵伯豪，你干什么？赵伯豪，宋眼镜，赵伯豪。畜生！那么现在诸位心里还有疑问吗？不是，放了我们吧！好，那既然如此，我现在需要几位勇士把我的暴龙找回来。那么谁想成为这次行动的先驱者呢？高材生，那只能辛苦您了，这位姐姐。够了，我去。我也去。根据监控画面最后显示的位置，暴龙出现在二楼的行政区附近。路易斯，我需要你到地下一楼的配电室拉下电闸，让二层的整体环境变黑。好。之后我会利用声音把暴龙引到实验区的笼子里。但是现在暴龙对实验室的笼子已经非常熟悉了，为了确保暴龙能够顺利进入笼子，我还需要一些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帮我们吧，博士！放了我们吧！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，博士！放了我们吧，博士！放了我们吧，博士！放了我们吧，博士！博士！
祝两位勇士马到成功。路易斯，一会儿听我口令，注意安全。你也注意安全。找到位置了，断电。收到。博士，总电源被切断了，他们想干嘛？他们耍不出什么花招来。启动实验室备用电源。这儿呢？一起出去！先别出去！还有我们，回来！还有我们！不是，哎，别往那儿去！
是整个大楼里最安全的地方。外面有暴龙，咱们也出不去啊。世界的陆地霸主已经出现了，接下来还会有，海里游的，天上飞的。
咱们两个现在算不算是和好啊？你想得美！哎，我的背为了你都被恐龙抓得皮开肉绽了。好，奖励你。这。
这算什么奖励啊？由于外界，怎么也得两个人一起吃，然后再让我中间掉根绳吧。哎，那可不。然后开始进入到冬眠状态。随之蛇本身就会进入到一种麻痹的状态。在温度变暖之后，蛇开始畸形。畸形初期，呼吸由节律性转变为间歇。经过几次晨发性呼吸之后，又变成节律性，并且频率越来越快。气象局发布橙色高温预警，预计未来72小时，本市最高气温将达到37摄氏度以上，请广大市民做好预防。插播一条消息，今天凌晨，国内生物医药领域巨头阴基集团发生猛兽袭击事故，造成多名人员伤亡。经调查，猛兽系通过基因技术人为制造，严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。目前，涉案人员已经全部抓获，阴基集团也已不幸机关停。